们今天做的美劳课有一点特别哦，我们要来做一只，这是什么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小星星。小星星哦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做出来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啊、哦。好，首先呢，阿嬷哈、哦、把它剪了一个形状啊、哦，那我们要先把它贴在这个书面纸上啊、哦。那我们来先来涂。我们准备的还有、扣子，还有白胶、哦、那现在呢，请咪把这个后面涂上胶水。好，你来涂，对，这样子涂、哦、好，不要挤太多哦。哦，这样子的话就挤得太多了、哦、好，那你可以帮忙拿一张卫生纸来吗？对。好，去哪吧？你在下面等我。好，我在等你哦。哦，是拿卫生纸，不要擦手巾。卫生纸你拿得到吗？拿得到。好，你整个拿下来没有关系。对，好，整包拿过来也可以。哇，你好棒哦！好，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来解决啊、哦，很棒。现在呢，你看看哦。我们的胶水弄的有一点多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把剩下的胶水我们把它擦，往旁边擦、哦、好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利用到了。所以呢，小朋友如果在弄的时候啊，一次不要挤太多、哦、那挤下去了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它擦好了、哦、擦好了我们放旁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一支这个小东西呢，我们把它放在上面，来轻轻的压。因为有什么？哦，刚刚弄了胶水有点多，但是没关系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已经把它贴好喽。我们来看看啊、哦，我们到底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的任务，你来看看，这边呢有用了一条一条的条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来排。看哦，这些条纹呢、哦、我们先来排这些扣子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最大的我们先把它拿起来、哦、我们今天可以排小一点的、哦、而且因为今天我们的底色已经是粉红色的了，对不对、嗯、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颜色就尽量不要挑太相近的，我们就挑不一样颜色的。好，你现在来挑跟这些不一样颜色的放上来、哦、我们可以挑蓝色水蓝色的，这个挑跟它一样的过来。嗯，粉红色的粉红色的也没有关系、哦、粉红色的也可以。蓝色的好、哦、你不要用这样子放着，我们来挑这样子的，挑到这边来。这个是什么？好，你要不要赶快？这样。好。这个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很多，嗯。大的嘞。好，大的我们就。干嘛？那大的我们就不要。好，那这些呢？好，对，大的我们就把它收起来，收到里面来，放到里面来。大的我们把它收进来，大的我们今天没有要用，我们今天要小一点的。嗯，好，很好。那这些小扣子呢？我们现在要来用咯。好，那你看看。我们今天这个扣子啊，放这边这样子就好了。那你看看哦，它这个有一条线一条线，那我们希望是这样子。比如说，现在呢，最大的这一条线，这一次由我来挤，好不好？刚刚咪挤的有一点大，你看看哦，阿妈在最中间这一条线上呢，我
我把它挤了一条的白胶。我挤。我来挤，这个我来。那这个是干嘛？嗯。好。这个。有点困难吗？不会，好。那这样的以后你看哦，妈妈用一条，用一个长的棉花棒，我们把它弄一下，你就手就不会去沾到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。沾到什么？沾到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洗手就好了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一排我们通通来贴蓝色的。好，开始吧。贴。贴。加油。贴蓝色的哦，蓝色的。我想要蓝色的。还是你想要混色吗？你如果想要混颜色也没关系，你想要混颜色是吗？嗯。好，那就混颜色吧。好，那就什么颜色都可以，要贴在上面，贴一排，排排排队，对，很好，贴一排。那中间呢？中间不一样的颜色比较好。中间呢？对对，中间可以插不一样的颜色哈。我是谁？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慢慢来贴，好的。一起贴。我自己。嗯，没有，一起贴。嗯。真假的嘞。对，好，好，很好。那你看看哦，好，你已经贴好了一排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贴第二排，再来贴第二排哦，来。来贴第二排，好，挤过来，好，第二排也是哦，挤一排 ，OK， 可以了，好，哇，第二排，再来，那这边还有一个大的，还有一个大的，好，好，我们赶快把它排好，好，那个就够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你赶快，赶快排。接着呢，好，接着第三排 ，OK。这边呢？对，这边就用这边来。来呀。好，你来。嗯，可以的哈。好，可以的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好，来贴吧，来贴。这里。我们等一下要变变看哦，变身看看它这个是什么，到底我们做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好，哦，这颗大的给它，好，赶快来贴吧，快点来贴。我刚刚不小心沾到粉。没关系，那就真的是没有关系。妈妈敷什么？是没有关系。好，先换这边哦，这个。嗯。妈妈快要贴完了耶。
这样够了，不要再弄。最后一个在这里，这里也可以。好，哇，我们刚刚好来贴完了耶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咯。咪妮想一想看，有什么东西有两只漂亮的触角呢？亮晶晶的是什么？蝴蝶，你那天去玩那个蝴蝶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蝴蝶，看到漂亮的两只，来这样子，再来一个，好，从这里贴上去，从这里贴，对，贴在这里，我放给我。这样子就够了，两个就够了。好，这样子就够了耶。这样子像什么？像蝴蝶吗？蝴蝶，生得真美丽。哇，这是扣子蝴蝶。好，你这个要放哪里？哦，你要放旁边哦。好吧，那就再让你贴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的扣子蝴蝶就完成了。好，那还要再做一个盒子。好，阿妈来这边给他弄一个眼睛。哇，你给他亮晶晶啊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把它粘在旁边好了。嗯，好，再给你三条，好不好？再给你三条就好了。好，你要粘这里可以 ，OK。以后有机会，阿妈带你去看那个萤火虫。现在晚上已经有萤火虫了。好，再给你三条哦，来，一条，好，你自己贴。我还要再做，你可以贴在这里。我还要再做一个美雕刻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完成再说哈，两条，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，我们可以随便的贴，随你贴。好，哇，还要再做一个美雕刻。好，那你先拿给大家看，还没？你先拿给大家看说。今天是我的扣子蝴蝶，完成咯，拜拜。